先来一个木，再来一个木，这就是。我是一个科学家。郭德纲的相声，那声称当地特色。哦，金那肯定是天津，那有一个狗，肯定是狗不理包子呀。哦，李，那再来个王。狗不理包子，其他包子有啥区别呀、啊？这有一个桥，放个木口，这，哎，它定住了，这是眼睛的眼吗？是，哦，天津之眼，他们的一个地标，还有个花，木什么东西？哦，天津大麻花，这我没有吃过，好不好吃啊？还有一个口，放这儿，于谦捧哏，啊，观众的声音。这陕，陕西呗，这陕西的窑洞，来个穴，再来个这个特色住房，然后这个人士兵兵马俑，这个简单，这个腰是什么东西？腰，哎，这给钉上去了。火豆，哦，鼓，哦，陕西的安塞腰鼓，以前语文课本上学过。哦，这馒头是什么东西？烤内人肉火猪二火。哦，肉夹馍，这个我吃过，超好吃。川，肯定是四川喽。四川大熊猫，啥时候才能实现人手一只啊？剩下的就留给你们吧。